反观自照，五蕴心，常忏常悔，慈悲心。世间无事，是正等；世上无欲，是正觉。争斗只会刺激你心中的伤痕，并只会给你带来痛苦后遗症。宁静是补药，可以弥补人类的痛苦；智慧是良药，可以医治烦恼后遗症。能听劝者，就能远离苦厄，就是佛缘之人。常舍名利富贵心，常舍贪欲菩提心。真正的惨败，是你摔倒了爬不起来；真正的放下，是你远离是非并放下。心中无挂碍，何来烦恼魔？能排除痛苦，去除烦恼的人，就是一个能远离黑暗，走向光明的人。